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收看 Intel Extreme Master 这个 IEM 的比赛。这边是来到 A 组小组赛，我们来到第二轮的转播是由 Sola 对上 Showtime。刚 Sola 被连夜两场兵营，很可怜。没错，直接带走。不过我们 Showtime 刚刚是被 Clan 2-0哦。对，刚刚我本来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去播主台的画面。对，反正我们要等 Showtime。对对。讲完他又输了，等他几说，好像1-1了，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等下去播主台第三场嘛，对不对？然后我一打开，阿吉怎么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是自然预料啦，就是比赛好看的地方啊，对不对？对，好，那我们这边来到第一场比赛啊，是来到了氧化物质左下角红蓝色的神族选手 Showtime。右上角红色的虫族是 Sola， 这一组只有一个神族啊，所以 Sola 好好把握，有什么招就赶快放一放啊，不然万一打到后期，我看也是凶多吉少。现在这个虫族打神族，你会看到很多虫族还是想办法在前期、中期想办法占到一点优势哦，不然打到后期的话。平稳的打到后期的话，其实虫族老实说不太好打。嗯，松露现在最会打的种族是什么种族啊？应该是人族。啊？对。啊？不要怀疑，你没有听错。啊？你没有听错，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啊？不是因为我刚看了一下那四个人类，其实。就打了那都挺给力的，唯一看起来比较弱的可能是 TY， 可是他刚刚打出 TY， 哎，那是因为 TY 使出了辽鹰腿。哦，对，来找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要见证 Sola 晋级的时刻，我懂。你懂，对，我也懂。啊、会不会小组第六啊？不会吧。他这把输了就有机会啊，你知道吗？是这样讲没错啦。我跟你讲，这把谁输了，谁就是小组第一，是不是嘛？我就问你，是不是？对，这两个上来开局都输了、啊，而且都不是他只输了 TY， 其他全胜呢、欸。有可能，有可能。我画面刚好切了，有。奇怪，为什么这开始在唱歌啦？奇怪，我有什么声音？哦，这推理最近很奇怪啊，会不知道怎么把静音的频道声音打开。哦，对，刚 B 台在播圣经的歌曲，对，然后你就播了，是不是？净化一下大家的心灵啊。我说这声音到底哪来的？我觉得 B 台他很勇敢 ，B 台很猛啊！大家有没有去看 B 台的英文主播？他的头上面有一个泰伦的标志啊！不愧是一生人类玩家哎、欸！他还用画的、欸，他很神。好，这是星际之门 ，Yes 开，应该是虚空吧？虚空，那索拉跟那个王虫已经跑了，已经跑了。家里，我们看一下这个营运哦，没有太大的问题。笑死，王总已经跑了。那这样虚空应该找不到东西啊，找不到东西。那开局少死一只王总，意义非凡，可以少补一只，然后多按两个工兵，舒服。然后3分40秒来开升基地啊，相当的过分。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才是他的节奏吗？没有，现在神族都这么过分，这不是他的节奏。现在神族每个都这样，好不好？不只有他，不讲武德，对不对？这油画虫，你要硬干这个教室吗？包住了，徐光过来。提纲失控，我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教室就不会这样死。选择出门，家里果然啊，2 vs， 各位，
最期待两 VS 开始了，我等一下就期待他下 VR。那我跟你讲，这场就是一个至少30分钟啊！不要，那不要下 VR 啦，很累呢。哎、欸，戳歪了、欸、啊！小太，他是不是失误了？对，失误了。他刚刚是 shoot 以后右边没点到，好，这边硬咬，不好赚吗？对啊，所以他就只是他想让神珠很烦而已啊，就是不能让神珠一直做自己的事情。他就有点像，比如说你以前打球的时候，你在守篮下的时候，别人从你旁边一直跑过去接球，然后你连手都不伸，去干扰他接球什么的，那人家是不是就很舒服的？把球接到了，哦，那索拉就是一路滑到，我就是就是要让人家很打起来不太舒服，不舒服嘛，对对对，不舒服，对，小动作也是其中之一啊，对不对？哦，好，小动作，对，小动作也是，对不对？这个地方碰碰你呀、啊，压压你小腿啊，这个地方没有那个，而且。啊！哎、欸，天启，哎，我看到、哦，而且还按了一下，看了橄榄草这边，哇哇，三只虚空多嚣张啊！四个，我跟你讲，这四个虚空很厉害的，他打开进哦，没事，上面两个包子包在心中，他就是来抽这个四基地的，还没在演的、啊，想开，没那么简单，还可以取消了一次，然后家里。球他还是接，哦，兵补到很多，补七个了，那门口两个，九兵十个，看起来很像是要压制啊。啊，这应该是要压制一波了，看他会补到十二个兵，那正常来讲会补到十二个兵。嗯，这是贼斯特最喜欢的一个打法之一，就两 VS 接这个八兵营，十二兵营的这个。冲锋狂白球的一波、啊，哦，这边做摆身，摆身然后转刺蛇，哦，也可以哦，来得及吗？哦，没有，修蛋要开矿了。哦哦，要开矿，那可以啊，这应该还是开矿之后会出门，主要他 VR 下的很慢，但他现在升闪电了，所以是不会一波出去了，不会一波出去了，他在家里防守、啊。这样还没有看到百生虫啊！百生虫要来了，而且带着后虫爬过来啦，各位！小泰斯还没有想到，哦，看到了，喷出去，闪电还没有好，还没有好啊！合体了，合体了，合体了！超级电池有没有？超级电池，超级电池不开吗？不用开，你守住了。哇，这很多兵哦！我怎么觉得他又要发疯啊？啊，索拉就在来发疯的、啊，他这就是打一波的、啊。等第二波小虫，超级电池刚是没有开的，所以不好说。小虫子放了，二矿搞进去了。还好不多，小虫子来了，闪电有，还有好像两发，超级电池开了，三发喽，哎、欸，开起来了，等一下，我觉得打下来了，打下来了，还有没有闪电？还有没有闪电？再一发，电竹，妈妈奶包，哇，哎呦，哇，合体，没事，打下来，哇，这么厉害的吗？这个一波。不要小看妈妈！再放一波小虫子。哎、欸，他开出打小虫。哎、欸，好，没事，凉凉了。他打不过后虫。啾啾！哦，这招好像有点厉害哦。
学起来是不是？好像有点厉害哦，可以学一下。这张地图感觉很强，你这张地图其实走过来蛮快的。哦，可以啊，小组第六不会是收拉了，各位。还没打完呢、啊。哦，抱歉，第一场而已嘛，现在只是上半场，现在中场休息。没错。对，落后40分而已，没什么。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针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刷这个打这个一波打法，打我觉得是打休战这种，你知道转地面，然后而且甚至转冲锋狂这种，我觉得好像打起来特别厉害。我跟你讲，今天如果这一招，如果你遇到一个白痴一点的神族，他不管的，上来是直接两 BS， 然后跳，就是纯空军的打法，那可能这个战术就成立不了了。但这个战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其实打这种修带这种跳闪电的，看起来特别厉害。而且修带其实应该他应该是完全不知情的、哦。他的四基地开的特别的早，但这边 Sola 是打一个三攻一波的一个打法。嗯，好，第二场比赛来到的是黄金之柱哦。左下角蓝色的 Protoss。Showtime， 右上角红色的虫主 Sola， 哦，看又没有挡矿，这 Showtime 不喜欢挡人家的矿啊，这上来不挡矿，这不把我们韩国虫族当人看呢、欸。你确定他不是想要加速比赛进行吗？没有，你还是要上来挡个矿、哦、我跟你讲，你上来不挡矿，虫族营运节奏就非常的顺，你知道吗？是。而且你知道挡矿一个好处是，因为你三矿的工兵，你要先把，就是你先把工兵补到三矿嘛。那这段时间你的工兵要走到主矿，走到三矿就特别远，所以那段时间就是等于你就少踩很多钱。哎、欸，酱油说，刚说话打那招是他教他的、欸，他告诉他的。但问题是，这一招我当年打台港澳的时候就用了。哦、但是我对面的神经病都是上来虚空按到底的，所以这一招没有用。哦，干嘛？我照片不好吗？对啊，这么帅、啊，让大家回味以前我的英姿啊。可以啦。但现在胖了不少了，确定是不少吗？还好吧，我的身高跟我体重还行啦、啊，还行啦，可以啦。你们就是要求太高才变这样子啊！哎呀，之后好朋友才会对你有要求啊，在乎你的人才会要求你。哦，是这样吗？关心你的人，对不对？才会给你比较严厉的，对不对？要求啊。哦，他对你严厉啊。PPT 的人对我都蛮不错的。对啊，他们就是喜欢你才会给你这么多这么多这个嘛、哦、他们才对你有期待啊。哦，对不对？还无耻啊。好，看来又是一个 VS 开了。应该又是个 VS 开了。感觉收了、啊、爽爽的。嗯。驱赶这只工兵，三开。看 Sola 这场还有什么战术吧。因为我感觉修泰他让 Sola 打得太舒服了。对，就让 Sola 完全可以就是哦。好，我今天设定了什么战术，什么流程，我上来就是打这招，完全不会被影响。对啊，那像刚刚那个虚空其实也没推到什么东西嘛，然后第一只先知过去烧的时候，其实你杀一只龙就跑了。对啊，
两个教室。哎，打虫胎，舒服。哎，哎，没打掉，太不舒服了。哎呦，而且后面是接限制剑的，一只，两只，可以可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哦，你要让虫族不舒服、哦。哎，哎，没事，杀招是这个。好、哦。杀招，杀招！你怎么回头了？杀招，杀招回头了。他让自己的三杠开起来，因为两个教士死了。好，这个一样，修太三杠点下去了。目前就跟上局差不多了。第二只先知，哦，三先知，这是一个三先知啊！哎，看到接制造厂了，那这个时间点看到接制造厂，就可以确定神族不是一个两 BS 的开局了。哎、欸，哦，这两只先知，什么事情都没做到啊！然后造了两发天启，你们看他的视野，他阴霸了，全部都看光光了，好阴霸、哦，看光光哎、欸，开土哎、欸，太强了吧！你们看怎么知道砍呐、啊？知道是不是要砍呐、啊？是不是再砍个五秒啊？阴霸、啊，好舒服哦。奈斯都会反驳，你都不会反驳，真好。啊，奈斯就是你，你说他说 A， 你不能说 B 啊。哦。你说 B， 他就把你扯成 C 啊。这是独裁。对啊。过分。过分。哎、欸，三先知进来杀两龙，三龙。哎、欸、哎、欸。哎、欸，这干嘛、啊欸？哦。在干嘛？小奈今天状况不好，肯定是状况不好、欸。我觉得他刚刚还不如不要回，这样一直点往右边移点过去。不是，你看 Chip 就是三只过去戳嘛，然后那个被打的他就往后拉，然后那两只满血的继续戳嘛，对不对？状态不好，状态不好。罗森塔了，罗森塔放下去了。奇怪，你不觉得这个开局跟我一个朋友很像吗？我一个朋友半年前很爱打。不觉得吗？大家如果常看我那个朋友比赛的话，有点87趴。对啊。哇，等一下这罗森塔，他不知道的话，哎呀，这应该看到，然后看到了。那家里这个有要出门吗？这个不出门，如果飞弹跳出来，修弹就很难受了。造一波，我是觉得他的三先知很没有压，很没有压制力。对他，可能主要是这把是美西，美西可能对他来讲可能聘不太舒服，但我不太确定他是几聘啊、欸。不是吧？修泰，修泰是欧洲人啊。哦啊，欧、啊、对、啊，他欧服，我忘记了，他是德国神盾啊，大哥。对，发现发现。哦 ，VS 被看到以后转一个百身虫。这边修太还在持续做侦查，我们看一下这个罗森塔哦，是取消了，二次侦查看到取消了。那修太这边，哎，凤凰还去造吗？而且他还卡人口了、啊，他下了三个水晶塔。正面这波部队已经走过来了。哎、欸，为什么看到异化虫他要开盾？他到底有没有这么紧张？我抖啦！哦，过来刚好遇到百身虫。刚好小虫飞出去射这个黄子。他刚刚看到百身虫就应该想办法再走了。就觉得秀才今天打得不是很好啊，我真觉得他打得不是很好、啊。哇，那这一波。这波过来，我觉得直接带走哎、欸，
我感觉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在打什么，你知道吗？就怪怪的。好，这一波进攻爬过来了，百胜能放。哇！先知在天空各种搓在帮忙，后面转了两 VR 要出猎光球、哦，但下一波重点是下一波扛光的住。刚刚超级电池是没有开的，所以其实还可以啊，还可以。球在短期内是不会猝死的。然后索拉也是转三本要跳遁地兽了，或是跳这个飞蟒。阿力还在给。这一波应该差不多吧？那、啊、他超级电池还没开，这应该不会。而且猎光球，猎光球！哦，大的大的，哦，这个大的。右边这边超级电池开了，长度这波有点送。立场格，后从吃光先知剑就可以现身了。哎、欸，掉一台先知。哎、欸，家里哦，家里中猎光红的是。基地开了哦，看来刚刚我奶力奶出来了，修太看起来这把有机会啊！你看他前面打成这样，这把居然还有机会赢，这代表啊！哦，好险！他那个结尾虫没被打掉哎、欸，那是好险吗？在我看起来，那已经舒舒服服了，你知道吗？从此已经要骂三字经了。家里做了一条飞蟒，对，一共就这一条了。是不是要一比一啊？小太看起来这波要出门，带着四颗猎光球。这一波 A 上来，小松子先放。从这部队感觉不够厚啊，他打不动神珠啊！啊，小松再放。再放！哎、欸，他炸遁地兽上面了，只变了一个遁地兽出来。上面狂战士各种找这个百胜虫麻烦。只有一个遁地兽是不够的。他刚最后一刻有变一个遁地兽出来啊，不然如果是软的状态的话，那个遁地兽就没了。好，这波 A 上去，看起来说啦，扛不住啦。完蛋了，完蛋了！哇，完蛋了，完蛋了！你看，我就说要进第三把了，对，要进第三把了吗？如果收了这边输了，他消除第六，消除第六，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真的不会吗？我刚刚那边守下来。其实那边其实有机会打下来的、欸，我觉得是第一波吧。其实第一波打不下来，这你知道百胜虫这个，你第一波如果没画东西，其实神族就很舒服了。而且刚才的关键，因为他这个不是最快的 timing， 他是螺旋塔被看到之后，他在取消螺旋塔，然后对才转这个，所以他其实他这波的 timing 来的比一般的你们如果平常要打这个一波的话。他比一般的 timing 还来得晚，然后修坦有挣扎到的情况下，看他的三光其实放了很多光爆跟电池哦，他第一波甚至连这个超级电池都没有开，就防守住了。优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 Sora 紧张了。我觉得 Sora 刚刚应该就相信他的飞糖。对啊，欸、我觉得他相信飞糖，这么就赢了。不一定，但我觉得局面应该是会是比较舒服的。而且说真的，其实前面修泰的骚扰根本就没捞到东西。对，他的先知基本上，他那个三先知超级没压制力，他好像点一只供应就跑了吧。他的三先知可能跟 Trap 的一只先知用起来杀到的东西一样多。嗯，对，差不多。主要是我觉得他一只只是来放天启的，因为我觉得主要他可能很怕，他应该很怕他可能是很怕 Sora 爬他后虫，你知道吗？
就是爬那种 很早期 timing 的后手，所以你看，其实呢，他两只先知，他其实一直在用天启照 Sora 的什么战狼返场的进度跟二矿的工兵看，然后看他有没有开气之类的。嗯，好，第三盘关键的第三场，小组第六名之争吗？有可能的，小组第六名之争。好，地图来到扎格纳特，在地图右上方是蓝色的神族 Showtime， 在地图左下方是红色的虫族选手 Soul。有可能啊，有可能欸、真的有可能的、欸，这个神族有可能是小组第六。这个人又在这个又在不侦查，太过分了，好不好？兵营探路，兵营探路。你Showtime功课做不够啊。这兵营探路，我觉得现在环境啊，只有在打这个那个十二 D 会是好一点的。那除十二 D 之外开局，我觉得这兵营探路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的，真的没什么好的。嗯，好，工兵上来，哎，干嘛？说啦，不动于衷。我做自己的。他说：“哎、欸，我的资料库里面你不是一个会放光炮的、啊，想骗谁？还想搞啊？说啦，那这个王虫，他完全没有在防，说他有可能光炮他、哦，完全没有在看的。好险是真的没有光炮的、啊，对吧、啊？我跟你讲，那光炮下去就凉了。”还在吸，哎，现在这操作怪怪的、啊，真的怪怪的、啊，太疲倦了，你知道？太疲倦，你知道德国现在几点吗？早上吗？我不知道，我查一下。难道是刚起床？下午四点。哦，那这应该是精神正好的时候。对啊。这有什么好精神不好的、啊哎？我跟你说，他熬夜啦，熬个毛线哦！刚起床，他又不用，他又不用打前面的36进24，他好几天给他调整啊。哦，这边因为修太看到 Sora 王龙走掉了，所以他加速第二只教室，等一下去 Sora 家做一个压制哦。好，这边也是看到是一个 VS 开，哦，离子异化虫。一赔四就是今天，哦，看一下，完蛋了，完蛋了！这只异化虫进去代表什么？代表他家里一定没有注意力啊！这两只教室，哎，兄弟，舒服吗？没事，没事，什么没事？出事啦，阿贝！是，出事啦，阿贝！没事啦，没事啦，完蛋了！哇，全部残血！扎一只，扎一只！走得掉吗？走得掉吗？走得掉！家里一样是先知，好，他现在还是一样要掩护三基地哦。那这样子。我觉得还好，还可以，还好。虽然虫族是亏了一点点，没错啊，但至少被全部跑走好了。哎、欸，职业虫族，不是，他是要扑虫胎啊，虫胎也是25啊。职业虫族抓到了，我再把一样的三先知拿 VR， 跟上一把开局基本上一模一样。看说啦，其实这张图可以，你可以利用这个异化种过去看这个三四七，看这个气体有没有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资讯。
好，这一场索拉看不到那个机械制造厂啊。我王朝准受到攻击。你看，他的先知就做来用天启的、啊，各位，他又造了两发、啊，超好的。哎、欸，你遇到这样的神主，你应该很开心吧？他不杀你同、他不杀你工兵的、欸，挺开心的啦，挺开心的。他就进来放个天启就跑了，然后三只技能在戳，那如果发现他戳的位置戳不好，他就跑了。你看他从左边进来，要三只要戳了，来了吗？戳！你看，然后戳歪了啊！他在干嘛？我天哪！他送 A 的、欸，他刚有两下都送 A 的、欸，他在这到底是干嘛？不懂。没事啊，上一把也没戳到嘛，也赢了。好，这一把是直接上来直接走这个了，不演的啦。哎、欸，为什么我会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啊？这退曲最近怪怪的啊，各位。哦，索拉没有走百声呢、欸？没有吗？没有吗？阴暗。与敌人交战中。我没有看到、哦、啊！圣王龙提速，断定兽师三本。圣王现在是断定兽的信仰者。虫族现在就这几种流派啦。再抽再抽啊！杀的真的不够多，家里八个兵营啊，那修炭应该是要，哎，他还是补到十个兵营的样子，补到十个兵营，然后开四基地了。你进来看一下有没有四矿，差不多开了。家里。有，他还有看到三本这个姿势呢，好、啊、应该是有看到这个盾定兽士。大家看修炭后面怎么打了，因为其实神族如果今天虫族盾定兽真的蓄到一个数量的话，神族只靠这个地面部队是完全打不过的。然后还要看这个修炭选择是去跳航母，还是说去选择走烈光球的路线。这边好像是擦掉这个武矿哦，哎，没取消，没取消，亏三百。这边索拉还在做侦查哦，全部看光光。哦，索拉选择的是直接走这个舰队导航台，所以要直接出航母，还是说他要直接出暴风舰？狂战进加，他闹了什么东西？而且这边跑的狂战也被解决掉了。直线，直线，你在挂网，一个击杀一，一个击杀二，啊，终于，哎呦，终于赶进度了，哈哈，一次杀回来，哦，碰头，哎，上过了，他要投四个盾形兽加双加四只蟑螂，上过了，然后这边也要，哇，他一次三线吧。他四个进主矿，然后可能两个进，哎，这个去哪？你这个路线不是一样的吗？对啊，没有，他一个要投下面，一个要投上面。可是他这边正面啊！哇，这黄金看到了！哦不！哦，这个被看到了，分兵上去了，完蛋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各位。什么不祥的预感？没事，这边凭两边双线的抗压了。
冲冲冲！有，哎，快埋快埋，哎，埋了埋了，没了！哇，闪电全吃！哇，哎，再照一下，再照一下！哇，正面好像也打不进去了，而且看看这个地方，哦不！看一下人口，怎么这样子？哦不，各位，来来来来，鼓起勇气讲一下，快点快点！哎，怎么了吗？你要预测一下今天是谁小组最后一名吗？哎呀，这才第二轮，我跟你讲，等一下说了，打剩下三个人就全赢，浮夸了吧？我记得他打不太赢马路啊！我跟你讲，最尴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对啊。等一下，两个一杠五，这个一收来赢了一个人族一杠五，然后修奈赢了一个人族一杠五，但是小分，那输了，对，欸，很有可能的，欸，应该没那么，应该没那么夸张吧？对，差不多有可能。哦，不会，应该不会是一杠五，一杠四，总共就打五把吧。这边啊，这个王虫有没有在动？正面打不进去啊，而且。要航母了，不，不，哇，这部队怎么看起来这么豪华，啊？有航母，有白球，有不朽，有电兵。啊，没事啊，我跟你讲，这个局面，我跟你讲，把 ID 收住换 Zero， 这个局面还有得打，好不好？你信我，只是可能要打二三十分钟而已。我不得不说，修太打的真的很神盾呢，欸。我是德国神盾啊！对对对，哎，请说。你的声音不见了。我的声音不见了。我都听不到你的声音。好，阿吉会自己重播。喂，听到了吗？有，这就是你刚重建了 Discord 的有问题。那你刚刚听到我说话吗？有，听得到你。好，正面这一波很凶狠啊！这一波就看我跟你讲，成族的飞蟒如果有办法拉到航母的话，成族就不会这一波就不会上了。就看这个反馈，变起来不拉。能拉到，能不拉到？好像拉到哦，拉到一只，可以，一只，啊，反馈到了这眼虫身上。看能不能再拉航母。哎，这个地方防空炮塔不是很多。哇，闪电走在前面。相信大电。Belief， 我那天有个，哎，其实也不好冲啊。对，神族其实很难冲啦，啊，但是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能把自己小飞机电光啊。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啊，他在打最后一波会战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的航母小飞机全部电光，所以打输了。哦，对，还打天地的时候，那个是住在三峡。我不知道，你不要再问了，问那么细干嘛？身家调查是不是？我想认识一下这一位朋友啊！你不要动动身家调查。那这位朋友是不是常会酒醉在路边？没有啦，都是你们故意灌他的。他喝很多，妈，哦，的，他喝几杯，你喝几杯，你放尊重点。哦，抱歉抱歉。好，正面还在用烈光球。哎呦！哎，侧面右边的矿被狂狮砍掉了，啊。正面，那局面就重组很烦啦，啊。因为这个遁地兽跟飞蟒其实这个射程，遁地兽的射程其实比这个烈光球还短嘛。然后飞蟒的那个拉的这个距离是比反馈还要短的。那这边现在就很考验两边的操作，而且修奈很有经验，他一直用这个限制键。对，去把这个重组视野给造出来。
哎、欸，要拉吗？要拉吗？哦，又拉了一个白球下来。哎、欸，可是我主角他每拉一个就死更多呢。没有啦，现在。啊、哦，再来，有，OK。现在飞蟒被反馈是不会当场阵亡的。嗯，因为那个圣堂武士的反馈是改成就是，是吧？一点魔力，零点五滴血之类的。对，所以现在你单位被反馈的话，其实存活率没那么高了。存活率没那么低。好，这边还在猥琐，右下角的矿开不出来啊。我、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拉过来了。嗯、其实这边收了，算控的蛮好的。对，压控还不错。对。可是，我就像一个隐忧，就是他的经济其实是比神族差的。啊，没办法、啊，他外面的矿开不出来、啊。对啊，右边那个矿被拆掉。我跟你讲，神族上来部队全送，就打回来了。这不好说的、啊。这局面你换一个不会打的人来打，那个神族上来部队全送，就。那你朋友会打吗？我朋友会啊。哦。我跟你讲，我朋友在这个局面是有韩国人认证过的。哦。对，了解。那你这个朋友跟刚刚我们讲那个朋友是同一位吗？应该是。啊！被反馈了。啊、反馈！哇，是全反馈了。好、哦，下面这边三个不朽带狂战士盾就有点脱节，有点爽，本来可以赚更多的，很爽。哎、欸，上了吗？上了吗？虫族好像扛不住哦。就我跟你讲，其实有一个小。其实因为你知道 ，Sola 这边是没出感染虫的，所以刚刚修奈其实给做一个操作，就是他让航母去 shift 那些盾地手，把那个盾地手全部点光，他地面部队就无敌了。这样说是没错啦，但是他没有啊。对啊，那我说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嗯。因为其实你看 Sola 刚刚这边就只剩四个盾地手。这边要做圣母剑了，然后做虚空，看一下，他还没有升级虚空提速，但是这边已经有空军的三攻，地面三攻都有了，然后空军的二防跟这个护盾也升到二两级了。哇，其实修弹就是想办法，他只要不要让虫族的矿开那么舒服，然后早点把钱采光，然后慢慢的可以看能不能转型成一个。纯电池带暴风剑的一个部队组合，那也很强。哇，哎、欸，又被反馈了。咱们这边分了一波多线，有雷兽、哦，可以突破多线，还行。好，没扣。肯定死了，但是在死之前好像有杀到十只工兵。这怎么个球、啊？他刚上空投闪电是不是啊？好像是，刚没有看到。但那个灵镜已经消在世界上。Mothership 啊！你Sola攻防有没有落太多啊？人家只要Sola空兵攻防起来，这正面他真的还是还有一战的可能。而且右下角的矿也开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你看两边的采的矿，他们的资源其实是一样的。好，进入到一个升阶局面了，各位。根据你多年的局面，这一个应该是40分钟起跳了。只要神族是 Set 的老师，这把一个小时都可以。只要神族是 Set 的老师，我说了没有错。我们说了还是没有感染虫哦，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隐忧。出来，好的，马德巴的塔已经从要往前埋了。
上面还是有一批部队在做多线，他是要打那边打得很聪明，他就是不要让丘奈把他新的基地开出来。哦，这边一个临近，又是空投闪电。哦，哦，七个。哎，现在在等什么？三盾三防。啊，其实我跟大家讲，我觉得现在收的是有胜算。可以啊，我跟你讲，这就是正面一波的事情啊，只要神族真的控的太差。我们刚刚讲一分多钟前的时候，是因为收了右边的矿沟开不起来。对啊，对，然后现在右边已经被收了开起来，然后反而是他在一直阻止对方开六矿、七矿这样。就是修奈没有把握他刚刚优势，他刚其实就应该早点把这个矿早就要开起来，然后盖满光帽电池了。没错，他一开始不就在这边一直狂压吗？他其实那时候就应该开了。他那时候也很多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时候没有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想，他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差不多快赢？但快赢了，那就要一直进攻啊！但他也没有一直进攻。好，正面这一波，这边其实就有点比耐心了啦。嗯，我怎么感觉索拉会赢啊？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觉得这个欧洲的 PVC 过誉了吗？哦，没有啦，还没打完，抱歉。我跟你讲，我现在这种感觉很强烈啦。我觉得这一场收了应该是要赢的啦。我跟你讲，你有听过一句话叫“九死一生”？你不要，我跟你讲，他刚刚已经快死了，活过来就要活过来，你知道吗？我怕你被买手脚啊。不会啦，不会啦。我认识有收拉粉啊，你小心点啊。我住三重有种来啦。阿吉三重八加九，阿吉没在怕的。就是这样吗？三种从小吃到大，应该是吧？没怕的啦。对啊，没在怕的啦。我以前在三重的时候，我连骑脚踏车逆向都被骂，因为警察给我罚钱。傻小子，说啥呢？真的啦，我以前在三重骑脚踏车逆向，警察看到打电话给我罚钱，然后跑往他只能跑去，不能在三重，要跑越离三重越远越好。他跟你爸讲，你爸听到要打你，是不是？我爸回去打我。逆向思考。偷偷去网咖，然后被警察拦截，然后警察看到我说，警察看到我第一时间不是跟我说话，是打电话给我爸。你爸亲自来带你回家，是不是？没有，我一看到我就马上先跑，可是还是不小心被他发现。别气。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局面，修奈会输呢、欸。我觉得是我刚说他，我刚刚说，修他现在已经有点感觉让他控不太过来，你知道吗？他打的就没有索拉好，你知道吗？真的，我说真的，这个局面他打的就没有索拉好啊。对。哎，我跟你讲，他刚刚为什么？他刚刚那些哦，他拉回来了，因为这边要来打这一炮。我跟你说啊，长桌常常就是这样啊，我好像优势啦，然后被一波捅穿。哎，这波部队定！哎呦，没听到！真的没听到哇！会奶哦，这是不是内阁啊？会奶哦，这个没打掉哦。哦，能不能拉到？拉不到。正在转大龙，这个寄生王虫。好，看到大龙了。我真的觉得该转暴风了吧？哦，出来还是变很大了。左边的矿也开起来了。他这边还是开起来了，开起来了。他左边矿我就这样开起来了，怎么办？你是突然觉得好像修他有优势了，对不对？没有啦，一波会战的事情啊，你不要紧张啦。也是，慌什么？手干了，手干了，干嘛？
有各位，暴风剑前来驾到，然后再升级这个暴风剑对地建筑物的这个伤害，然后还有这个虚空流体叶片，这虚空的速度。哇，哎，我觉得有点不妙。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谁不妙？你讲清楚。我说，谁不妙？你讲清楚。我思考一下。为啥警察要认识你爸？啊？我家以前在三重是黑白两道认识。大家听到了吗？知道为什么阿奇没在怕了吗？很恐怖哦，我跟你讲，我以前国中那边很多小庙，但都没有人敢来招惹我。我也是个乖宝宝，我也是个乖宝宝。你是橄榄虫，没事啦。看一下这个战损啊，我其实差不多哎。真的很难说，因为现在其实就是第一波会战的事情。哎呀，双方的经济也是差不多的，这个局面，亚收的存款有点多，就是多翻新。哎呀，这个局面 set 来 set 就赢了好吗？是吗？真的啦，很耐心，对啊。我跟你讲，你说就靠这一盘打出信心的，你知道吗？你确定不是这一盘一崩就靠这一盘打出信心？我们说这一盘就是小组第六名之战。我发现一件事情 ，Sora 没有升三攻，他异化虫是二攻的。这场赢了，我跟你说，他等一下打其他 T 就五五升攻。我跟你讲，后面的人族现在看得很开心啊！你打久一点，帮我。消耗他体力，哇！这我已经无聊到来数金矿了。这边你说看是几个金矿日次？对，这边哦，索拉挖的比较快。这边看一下。哦，这边剩的感觉比较多。谁剩的比较多？我没有。还好吧，我没有推给六十啊，对不对？我们叫做术业有专攻，好不好？你说奶的部分交给你奶，对，专业部分交给你嘛，合情合理啊，对不对？觉得秀探这有点奇怪啊！可以了，可以了，来了啦！那无敌的暴风剑来了，各位想死喽！我这射一下好舒服哦！看他的圣堂就站在这暴风下面，飞马小靠近，就直接反馈。完蛋了！要到了最喜欢的。马桶环节了啊！我现在这手算过的啊，六台暴光剑，六台航母，十四个虚空，感觉是我算过了、啊。还是有这还有精算哦，因为他刚你有没有看他暴光剑也是一下可以打一个符号，我感觉这应该是故意算好的，这应该是有算好的。这裂空球脱节，我没事没事。金矿场已经耗尽。金矿场已经耗尽。你刚刚算完以后是谁矿比较多？啊，索拉现在在采的矿比较多啊！你看右边这边。那你有算一下气吗？气才是成败的关键啊。哎，你看这个气，修太用过了，剩200。哇，对不对？这个1400，这个嘞1800，修太气比较多啊。马洛0-2输给 TY， 哇哦！
哦，你说马路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听到马路 PVT 输了，我都不意外。TY 是不是这次又要来拿冠军了？难讲，可是我今天看 TY 的状态这么好，我跟你讲，他只要不要遇到 Cero 雷诺，我觉得他都可以冠军。哦，他的状况就是 Cero 雷诺 ，Cero 雷诺交给其他人去打。哈哈哈！那你看他这六台暴风剑是打什么都是一下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觉得好讨厌、啊。我跟你讲、啊、我天地上有一个对手，他每一盘上来就是打这个东西啊。他整把没有想出门的意思啊。他就是上来盖满光炮跟电池，然后一个矿一个矿慢慢开啊。什么？不要零比二可以？真的假的？哎呀，不意外啊。难道这组是 TY 马路？TY 马路 claim 啊！我这预测是马路 TY 一样哎，大家不都这样想的吗？好痛苦哦！金矿场已经耗尽，真的哈、哦！我跟你讲，我天天遇到的人都这样打。跟我差不多水平的全部都这样打、啊，这个比人打人还难看啊！手背那天还问我说：“这个局面到底怎么打？”我说：“没有救啊！”我说：“没有救了。”他还跟我说：“比拳手有多难看啊！”这看了你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波流的事啊！关键是手奶也不想去冲他，因为他也知道。他一冲，他一定是冲亏的。对。然后熊奈想的也是，就是哦，我们要出门啊，对啊，我们要出门啊，对，我们就慢慢打，等你来送。哎、欸，大家会不会平手啊？会吗？没有，他们两个人都不打对方，不就平手吗？想要重赛吗？有这种事情发生过吗？曾经泉水沟的时期有。你忘记了吗？真实大地，然后平手重赛，然后再一次泉水沟。真实大地打那个啊，打 Soki 啊、哦，你忘记了吗？在那个什么星际什么的，有一张黄黄的图，有两个打到重赛啊。你看 Soki 在聊天室啊，干这个怎么玩？我跟你讲，这个要你就是百身定一波大的啦。对啊。这只能百分定一波大，然后拉阵型上去打。熊奶后面补了11个 BG， 3个 VS， 他就是换完一波以后，马上快速的再续到200。这边钱是快要踩完了，但还是004的金矿啊，其实可以，还是想办法派点东西踩吧。我给你看，这还190瓦斯，这么珍贵的瓦斯不踩一下吗？哦，又送了两只工兵。我现在看那个高能瓦斯涌泉是零哎、欸，左边啦，左边，左边，左边，你看这边有一个，看到，190哎，还有190哎，你知道越后期那个瓦斯资源越多哎、欸，越重要哎、欸，哎、欸，左边，谁说表示不要欺负我啊？哦哇哦，完蛋，这个部队我想不到重组任何赢的可能。只要这个神珠操作没有什么太大失误，给我们收了一点信心好吗？我不是对收了没信心，我是对虫子没有信心。哦，讲清楚。你以为为什么现在这些韩国虫族每个都不想打后期，就是会变这样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一直打一些前期的 rush， 但是发现前期的 rush 也打不下来、啊。进主矿，进主矿。看到了不是吗？不是两个白就迷路了。哎、欸，哦，他等下直接 recall 是不是？所以这边是修弹先忍不住了。我带了一个虚空，两个，两只虚空。点了三本的代价是两个虚空啊。
不秀。你看 ，Sora 就是我要这个瓦斯，都是我的。这边干了，干了。秀太快，还没快了，快了。哎、欸，被定了，被定了！哇，这个思维有点大，好、欸、球！定的可以，定的可以啊！哦，这一波神珠损失惨重哦，而且关键是虚空是有被耗到这个血量的、啊。对，你可以看到那个有几只啊，六七只哦，黄血、哦，都是黄血的。对，这个黄血的哦，它还两百多滴血。优秀，比赛好玩。我那天打神族就打到发疯了。对，这游戏好玩。好了，胜。这么好玩的游戏，对不对？去哪里下载呢 ？Battle.net，《星海争霸二》。你看，十年的老游戏还可以打成这个样子，不简单呐、啊。啊，我知道，现在少了一个东西啊，他少了 OB 啊，他需要两个 OB， 对不对？他需要 OB， 他需要 OB， 就是左右护法，把两边的视野也都开了，对不对？这样子他的先知就不会那么容易死了。没错，不然他的先知每次出去照那个天气，对不对？提心吊胆的。我们终于找到问题了，他就缺少两个 OB。开叫小 S， 谢谢 MIC 0504。五百天小起点，叫起来，叫起来！正面，蹦蹦蹦！我比较好奇，现在 A B 台是在干嘛？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A B 台在那干嘛吗？啊？他们也在看这把吗？还是他们已经在打下一轮？他们在等一台，在等修太对 B 啊。哦，对啊，那也要等。哦 ，A 台要等吗？因为 A 台我记得是 Sora 打马路，对，就要等，对不对？哦，可怜呐、啊，都要等。那他们有在看吗？没有，他们没有在看。哎、欸，你有发现一件事情？这样，球奶的会战都没有打好、欸。哎，其实他刚存款是比较多的，他现在存款慢慢的，对不对？金矿已经比 Sora 少了。而且明显少很多、嗯，然后瓦斯刚刚其实有领先，但是现在已经就是慢慢的追上去了。哎、欸，他从左边进去，哎、欸，左边，哎、欸，定，啊，定到，这有，要追了，要追了，就这一波，缓球丢了，哎、欸，跑，哎、欸，这波，哎、欸，打不打的？虚空球又残废、欸。哦、我觉得修炭要打亏了，我这边打亏了，又点三张木，再一次。哎、啊欸，他没拉到圣母剑。哎、欸，打得过吗？哎、欸，好像要赢哦。谁赢？你讲清楚。说吧。谁赢？讲清楚。相信我说吧，赢了。橄榄虫还没有定，虚空很强啊，追击。有一发追猎，哎、欸，他追猎，追猎来帮忙了。哎、欸，虚空秒大龙啊，哎、欸，你在干嘛？可以，加油！虚空没了。那虚空怎么不秒大龙啊？现杀了追猎者，追猎很强，我跟你讲，谁赢了？你想清楚，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我跟你讲啊。啊？讲什么啦？这边说了做不了雷兽啊！我做不了雷兽、哦，他只能做大龙。有没有大龙？啊，大龙在这，别慌，好不好？看一下存款跟人口，好不好？
干嘛那么紧张？看一下存款跟人口好不好？说来应该赢了。对啊。哇！一次16个圣塔。跟你讲，修太现在就是保护他的暴风剑。他这个白球只要扛得够久，其实暴风剑没有打光哎、欸。不是，我不知道修太刚才都在控什么，他其实会战有很多。我觉得可以揪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对他太多东西没有在没有控了，没有控好了。比如说刚刚一瞬间被禁射的时候，其实他可以虚控虚不特的那个寄生王虫，对吧、啊？因为他已经想好他后面要刷追猎了嘛。那你今天如果先把大龙挤我完的话，追猎过来那个腐化就是一定要退啊。好，这一波就这一波，哇！20个大龙啊！好啦，大龙这么拼吗？你要怎么打？球探没了啦，没了吧？那没了，球探没了。地面部队看到大龙都哭泣了。神经寄生，这边放了一个寄生在虚空身上。受不了，这寄生小虫子跟鬼一样啊！好，我们恭喜你收了，有惊无险哦、欸！啊，他白球，哎呦，哎、欸，他刚有机会，你知道，他刚白球可以把那个。腐化摸光的，你说一瞬间集火是不是？对，你看那腐化全部都残血，他只有两个白球，还三个白球就摸成这样了。好了，没了，休坦。我跟你讲，这一口气很重要啊，收了这一口气很重要啊。休坦后面做暴风剑，还一共一个，再加吃奶列表一个。哎呦！好，我跟你讲。所以他现在去干嘛？做暴风剑盾了，归在他这个电池这里面，不走。对，不走，不走，走，来打我啊！我们看一下，索拉这边是已经没有那个了，他已经没有飞蟒了，他是三个感染虫，16个腐化。以部队组合来讲，兄弟这边绝对还是劣势的。应该是打不过，应该打不过。我跟你讲，这人口都赢120了，还输，别闹了哦。不好说啊，没关系，少很聪明，他把所有的金矿都花完了，这是他最后一波。好，这边进来看你没有在做 VS 单位了。哎、欸。他挤了一个资源，就做了一个暴风。他哪来的？哦，抱歉，这里还有，好不好？对，这里他还有钱。你看，我就说这个金矿很重要。对，这个金矿好好的采完，他就可能多个两三台虚空了。快，回超大师！基地正受到攻击。暴风剑，暴风剑点大龙。凉凉，哇！剑子居然把自己卡了，剑子居然把自己卡了，啊！闪电，啊！闪电，吃好吃满哦！电了，你知道吗？他都给他电了，他都给他了，他不管了，都给他了，他觉得他赢，气势之战终于打回来了。超级电池了，超级电池。修太打出了芝芝，我们共进收了2-1。我觉得修太对他至关重要。修太这个后期打的绝对没有谁的好，绝对没有。我看一下，我们下一把应该就不用进入 OB 了。我们下一把就跟我们就播主台的画面。好啊，好啊。你有那个吗？网址？你给我。好，那我们这边再次恭喜 Sola 哦，是成功的在这个。我看一下几分钟，44分钟的大战里面击败了修太了。那他在是啊，我跟你讲，酱油我是真的帮收了的，好不好？那他这样接下来他就会在这个主台面对到的是马路、哦，我们等下也会直接跟着这个主台的画面去播这个苏打庄马路这个第三轮的比赛啊、哦。对我们这边大家看的精不精彩，过不过瘾，爽。我看等下马路打 Sola 也是有可能，我跟你讲，核弹丢起来，大号体打起来，
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好，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一下精彩比赛马上回来。